什么来遇到这个点啊，就该等要踢，但是要先处理中路这个先锋，突然发难，黄蜂决定斩将羊，还有一头羊要撞过来，不仅直接被羊给撞死了。这边卢比跟阿杰翔 AI 很健康，先锋是直接倒车，这时候小猫跳出来控下后续的一个团战，阿杰还有一个盾，最后同样隐患，就算他拿到这个人头，在后续这部电影被留住，再要拿到一个人头，不利克还在给减速，还有应该是要被点死，知道自己身上的血手是卷完毕的，血量可以慢一慢，阿姨疗愈身上来打一个 poke。对啊，毕竟现在没有大龙 buff， 那个高地也不能徒手相让。破格一下，破路的血量掉了一点，但自己还可以给奶。来福一直在想办法压位，这个防御让血量岌岌可危了。一波平时击飞到了朱德当，但第一时间没有接火魔君，整个都瑞尔反手一个大招击勇进去吸，但朱德当这个位置感觉要扛不住，只加半血，只能要朱德带人，但是后排已经被屠戮进去了。这时候艾皮队友人一拥而上，卢比直接滑到了杰克森脸上，但自己的副甲是直接后方被拖不出来，感觉破路的攻击上去之后，他 K 了这一波，那个输出拉的不错，给了一个虚弱卢比，屠戮的太深了，但是三路的水晶还是掉。黑羊想要站出来，一个爆炸火花应该是有机会全收的。羊来得及撞出来，把他击飞 ace 了。黑羊终于站得出来，拿到一个夸抓 kill。中塔那一波的那种开团，第一时间被留住，打了一炮。卢比这个位置又是内挂，又是内挂。火男被留在了原地，卢比进去硬换。火男跟亚索的对换，但正面后续的伤害好像有点不足。三级过去一个 kill， 但是被 kill 收掉了。小猫开始有点感觉这场比赛已经不意味了。TP 不全盘，然后大面积开始烧。哎，那这波 K 尔不来吃线的时候被埋伏了 ，W 命中，这可能会是一个伏笔。K 尔推走了一个阿比，这边闪击过去，还有一个山羊 ，K 尔被点死了。守护天使盘伏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，防不了这三级大将赶过来。后续来不过去骑，这边也被打出一个守护天使，但是 K 尔倒了，小猪拿到这个 shot。这波这个阿比也靠机会一回不去，但估计两个人在一个处在路线，两个人在空中跳，阿比过去，但自己血量很危急，后手还靠谁？靠命中危险的伤害，闪击过去想硬杀。所有人都顶上去 ，W 顶过去，由卢比这波自己成一个盾牌，自己盾攻击触发，一打二的一个局面，又是转太好了，感觉这波 NIP 并没有办法把比赛给终结掉。就算锤起还在滑，但是有孵化，这波感觉应该是起来都走。那真飞了，奎是直接踢过来的，你说电龙三秒钟，三只想要先偷一个水晶吗？把这个正面卢比，哎，还来福吗？开来福，他 kill 掉那个很好的位置，在疯狂的出来，卢比卢比已经先被收掉了。W 再往前跳，感觉玻璃跟小龙位置都要被小龙给带走。小龙一过去，虽然控到了三 D 下来，但是鳄鱼打到大后期，虽然 QD 回了一波血量，在这把的一个关键哦，两个队伍都很想要失败这个连败啊。